想让您对今天的二代发表点看法，如果您对二代们一个忠告，会告诉他们什么？二代，确实这个我儿子还比较火，这个这还真是这个这点出乎我的预料啊，出乎我的预料。我就说是对二代呢是这样的，你说我提什么想法提什么呢，其实都没用，真的我可以提的都没用，是吧？就是听不听我，肯定是不一定听我的，我又不具有约束性，对吧？所以，但是你石老师说了嘛，我也提一个，就是这个，我觉得要提一个想法，就是最好是要约束自己，不一定做道德模范，但是至少要做普通人的一个行为，至少做到跟社会一样的这种标准。其实在我看来，约束好不管是富二代官二代，更重要的问题是管好官一代和官富一代。二代怎么来的呢？还是从一代这儿来的，所以一代做好一点，二代就自然差不多了。